我跟脸一样大的沙扇贝，迷你八爪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待会儿把它放进去煮吧，还不好炒的。来点醋，我跟你说，放醋烧鱼也一样，你知道吧？烧鱼的话，放点醋会很好吃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很多东西哈，有醋它会味道不一样。再有的呢，就是你要是给我双击的话，也会不一样。给我个双击呗！别闹，给一个双击，给一个。好了，开灶哦！哇塞，灶什么？灶爆头，拍晕的那种，拍晕的那种，拍晕那种，拍晕那种，晕不晕？没吐沫就不晕。嗯，哇，有干米。能上我嘴里抢大米吗？一应俱全，要啥都有了。跟兄弟们行不行？我就是这样的小气，不愿意给。有点冷烫，就是。哎呦，来个他，哇塞！小龙虾啊，哇塞，哇。棒棒的，想吃不？想吃给个双击，真的，给个双击，看到吧？我有点烫，给一个。扇贝，哇塞，大吧？这东西，只不过它是个公的，是个公的。一说是公的，我就不喜欢，我就喜欢母的。就是说白就喜欢女的。自我陶醉的感觉好像，这才叫扇贝肉。三口五口吃不完那种，用一手，都不完哦，小呀小迷你呀，夹死他，夹死他，夹死他。还有大米啊，里面这种大米，把它按上去，还得按上去的，沾点汤，沾点汤吃，拿着吧，好陶醉哦，快吃掉。他的牙齿你知道吧，给他弄掉，处理掉。虾肉吃完了，虾头啊，虾爪子呀，虾什么都可以给他吃掉，你知道吧？待会再吃你，吃个大的先。哎哎，这东西不好吃，你知道太费事，啃那不更更不更不更。
到嘴里就不费事了。哎呀，费牙，是不是费牙？双击的话费屏幕，你双击看一下费不费屏幕，还是费流量。我这两颗小红心能不能换取老铁的一颗小红心啊？不知道老铁给不给换呢？哎呀，这香，真爽啊，真大。嗯，哦，鲜，鲜美。